在马来西亚的威南华都中学副校长本身就是一位慈济志工，这一次他也积极邀约学生们参与浴佛典礼。威南华都中学是间国民中学，马来文是主要语言，对华文不熟悉，也对佛教仪式感到新奇。慈济志工特地前来举办说明会。副校长倪业兴是慈济人，曾经参与过浴佛活动，也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体会。我觉得能够借这个机会啊，让我们的学生本来就已经有那个善念，所以再加上这一场活动的话，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学生应该会在自己的心灵上有更大的提升。解说浴佛的意义，也现场示范，学生们一同演练，提前感受法会庄严的氛围。因为这个节日非常的特别，是三节合一，而且我本身是佛教徒，所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当初是一点知识都没有，是不懂得它的动作的，然后听完过后会比较了解，会比较深入。因为我觉得老师给我看那个照片啊，我觉得很壮观，我很想参加，我最喜欢这种场面了。这次共有263位学生自愿来参加，期待在浴佛典礼当天能够一起成就这场盛会。大爱新闻黄彦碧、陈瑞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